嘿，小伙伴们，大家好，我是陶造的鱼，某呀，小铃铛。嘿，小伙伴，大家好，我是小铃铛。好嘞，欢迎收看我们的生活大冒险。感谢小伙伴的收看。回顾一下上期视频的剧情，上期视频咱们来到了这个冷的，咱们两个互相抱在一起都取不了暖的天王星。对呀、啊，然后挖到了一些很奇怪的矿石，比如说天王星的白宝石矿和那个对什么什啊，么什么什还么有这个矿。什么水晶矿石，百宝对的。金，百宝石，呸，百宝石矿石我这里已经有半组多了，然后那个水晶矿石已经有一组了，咱们等回去看烧制出来看。不是，皮下你很开心哈？开心，哥哥，我们打雪仗呢。打你个头啊！好了，咱们接下来去那个地牢里面了。好的。来，TP 我，是往哪边走来着？哦，应该是往这边。哎，这后面是什么？后面是水。我很想知道这次的地牢 BOSS 是什么，不会是那个雪傀儡吧？哎，你跟我想的一样哎，哥哥，雪傀儡。哎，等等，我刚刚捡到个什么东西啊？什么？你回来，刚你捡回到来，什么了？你回来，捡到你什回么来，你回来。给。十八八吗？你喜欢吃的，好吃的乳酪凝胶，那叫乳酪，不叫乳酪。乳奶酪，奶酪凝乳什么鬼啊！我的天呐！奶酪，闭呸嘴，呸呸！闭嘴，闭嘴，闭嘴！奶酪凝乳，对，就是它。不是，我说你能不能把路上的怪给清一下啊？哥哥，我到了。他竟然是豆腐块儿！冰史莱姆之王，他竟然是豆腐块！你不是一直想要找一块豆腐撞死豆腐撞死吗？喏、no?，撞！现哎呦！现现在我实现了这个愿望，以后请叫我爱撞豆腐的即使我的小铃铛。哎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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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哥，你不要被豆腐撞死了呀！快跑快跑！不是。不是，它有反弹的，弹把你弹过来又弹过去，弹过来又弹过去，有持续伤害的。你打他，他也可以反弹回去的，你看，我看一对下，吧？这个家伙什么颜色的？是豆腐块的白色，白就是色豆吗？腐块的颜色，对你呀、啊。确定是白色吗？是呀、啊，我这边没开光，你看就是这个样子的，白色的，等一下，奶我白先色吃点的。东西啊。这个家伙，咱们慢慢的打他吧。噔噔噔噔，哇！哇，这攻击还会反弹回来，弹到我的！哥哥拿雪球打他的伤害好高呀，我的天呐！那是我用没有箭雪球。射的，好吧？哦，我还以为是我拿雪球打的。十八点！钥匙！要吃！掉下来了，看一下能不能开到七阶火箭的那个制作图纸。哎，我这钥匙是什么钥匙？你那个不是那个六阶的吗？哦，对，上一次地牢里面忘记开的钥匙。芝麻开门。你哥哥，我们真的是走了什么狗屎运哦？你也能开的？对啊，我也能看的。好了，咱们去下一个地牢吧。好的。下一个地，哎，什么声音？完了，什么声音？我刚刚好像听到什么传送门的声音。对，我不小心把那个精灵球给又进了一下，呸呸呸，不是精灵球，是那个什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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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球又进了一下。哦，对，差点忘记了，咱们是有带那个，咱们护卫队来的。接下来这个冰史莱姆之王，咱们就用那个霸王龙跟那个什么棘龙跟他们打。哥哥，我把它给卖了。是。干得漂亮！而且我刚刚做了一件很愚蠢的事情，我不是每次进一次客户端就会有一个水晶球吗？结果刚刚给它放出来了，然后，然后呢？屁事没有。你往前走啊！我没火把了。好的，等一下，等，哥哥，我被蜘蛛网缠住了。打他呀！哎呦我的天！
哎，这怎么两道啊？哦，这里不是。到了，到了。哎 ，boss 呢？哎。哎。哎，神经病啊 ！boss 哪去了？怎么会发生这种事情啊？我记得我线下没来打过呀。这个也没解锁呀 ，boss 呢？模式也正确的呀。哪去了？搞什么啊？冲呀！冲呀！冲呀！哎，你让我出来。上吧，屌毛笑，干掉他！打死他！我的天哪！一口四分之一的血好像。上吧，屌毛笑！再五分之一，五分之一，你看一下就没了。我就咬死了。对啊。来来来来来，你们俩辛苦了，辛苦了。这边有一个箱子。走吧，哇，有个，又是七件那个火箭的制作兔子，走吧，咱们接下来回去吧。我记得我的火箭好像在你身上啊。对，在我身上。走吧。这个白宝石烧出来，它跟那个钻石一样。真的吗？我看一下。这里还有，哎，全。33个可以做套装备了。它的装备效果会怎么样？不知道，感觉会很厉害的样子。我看一下做一套装备看，应该也是。哎，不是这样做的吗？真的耶，白色的钻石，白宝石剑。它的帽子是放在下面的，对吗？可以做剑，但是需要这个有颜色的木棍。攻击伤害16，哎，挺高的。对呀，而且稿子的攻击伤害都有14。哦，他的那个摆放位置不一样。我就说嘛，为什么合不出来？开普勒的木板，我的天哪，这是什么玩意儿？我看一下这套装备，好白。白大夫就是让你白，好白呀，好重啊，好重啊！这套装备走不动，来给你穿，给你穿，走不动啊！我穿一下，好重啊！哎，真的，我就穿个鞋子，我都感觉好重。裤衩子、帽子，是不是啊？感觉走路是走不动。它有迟缓的效果吗？不知道，咦，它太重了。应该是这套装备只适合在那个别的星球穿。嗯，对的，我把这个装备先放进去，要不然太重了，这不好走路。走吧，我对那个有颜色的木棍，我看一下怎么做的。叫什么开普勒什么的那个。普通的木棍也行。有木棍吗？给我木棍。有木棍吗？这里面有四个。刚好做两把剑。那。好白啊，好白啊，真的好白的剑呀。这武器好白啊，但是它的耐久好低，才161的耐久。对呀，这个耐久也太低了吧，不知道做个稿子会怎么样。走吧，怎么，哦对，再做一个稿子，稿子的耐久应该也很低。我觉得做的话会很亏。也是一样，也是161的那个耐久。但是咱们身上有这个修复护符，也没什么关系了。嗯，我看一下这个泰定可不可以做成泰的稿子，好像不可以。我先回趟家那个，哎，这是个江苏村民吗？我这个妹子变成江苏村民了。哪一个？我的鱼小小，可以出生了。哎，我去你家看一下你的鱼小小长什么样子。出来吧，鱼小小小小小小小。这一身黄毛是什么鬼？这小鼻子长得真不是东西，呸！这小东西长得真不鼻子，
他跟你老婆的头发应该会算是有点像的吧，黄色的。还有这个这个海王龙，我记得我之前放了一颗那个，很久很久之前放了一颗海王龙的蛋，没孵化出来，还是被他吃掉了，或者他是坏蛋。感觉这海王龙越来越大了，我的天哪，他在干什么？这么嗨的吗？哎，别打我，不打我。好了，咱们接下来那个七界火箭做出来之后，就可以去那个，好像六界火箭还可以去一个星球来着。去什么星球？不知道，我先把这个七界火箭给它解锁先。嗯，好的。七界火箭。等一下，箱子里面有很多那个，我记得有很多霸王龙的 DNA， 先把它们那个孵化出来。我把这些没用的火箭给它放进去。然后咱们这期也差不多该结束了。嗯，对的。来吧，好嘞，那亲爱的小伙伴们，咱们这期的视频就到这里结束了，感谢小伙伴们收看，咱们下期再见，拜拜，拜拜。